Grand Two 体感遥控器，灵敏度自由调整，要快要慢都可以。那重点就是说它的体感呢，你可以很灵敏，也可以很 smooth， 好，依照个人的需要下去做调整。那感谢先生带来这一台 Blue Magic， 少见的哈，很少这样搭载的哈，那可以顺利的使用，没有问题的。那现在因为要供电，所以呢有拉条线在这边。好，体感遥控器呢，基本上几个组织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分焦模式、参数控制、录影拍照、体感。好，以上呢，基本的功能，你可以请跟焦手帮你做这个服务，也可以在双手指的旁边做这样的一个搭配。那以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操作模式介绍。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呢，跟我们多多来这边体验，欢迎大家来这边玩。Crane 2体感无线体感遥控器，谢谢。